林依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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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林依
人吴昕有机会，吴昕有机会，吴昕，哎呀，胡可在下面抓住了吴昕。好，现在包文婧有没有可能脱身呢？包文婧身上压了四个人，现在他们四个女生扯到一起，扯到一起。好，现在吴昕开始用腿了。好，哎呀，好，包文婧抢到了。来，请看题，你猜下面哪一种在家看电视的姿势是你的搭档会觉得最喜欢的 ？A. 温柔抱膝。B. 可爱翘脚。C. 霸气女侠。D. 娇媚横卧。好，男生，这你要打你的搭档，就是包贝尔最喜欢哪一种啊？来，写完之后把答案藏起来。好，来，包文婧。嗯。急。A. A. 温柔抱膝。从这个表情看，这并不是包贝尔的首选。包贝尔亮出你的答案 D 娇媚横卧。你骗人，你不是这样的，你没懂这题目，是他最喜欢你用什么姿势看电视。我确实是这样的。就是哪样 D 呀、啊、D 呀、啊、那你为什么不答 D 呢？因为不是问他什么姿势吗？他喜欢他喜欢你用什么姿势看电视。好，包贝尔这么做的这个是够腻人的。这不能怪，这不能说你的老婆跟你没有默契，只能说明他听不太懂题。他哪种比较严重？什么题都听不太懂。没事没事，那个包文婧休息好不好？你松开话筒休息好不好？